大学假期啱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呢度系大学假期旅游行程播报。今日我同大家推介嘅行程团号系 DH200103， 海陵岛第十二届南海开渔节渔家风情自由摄影创作食足午餐。开渔节是中国沿海地区为了节约渔业资源，同时都为了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而诞生的一种文化搭台、交际唱戏的节日庆典活动。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闸波国家级中心渔港晴空万里，第十三届南海阳江开渔节开船仪式8月1号在这里隆重举行了。随着开渔令宣布，一万几只渔船带着梦想启航，驶向万顷碧波，重拾新一轮的耕海精情。本届南海阳江开渔节有传统的祭海、开船仪式、民间放生、渔家婚宴、渔家大宴、咸水歌表演等活动，展现了浓郁的渔家特色，散发出世界旅游岛的现代气息。十里银滩空气清新，沙质洁净均匀，水质清澈透明，设有帆船、游艇、水上垂钓等水上项目，以及沙滩排球、足球等体育活动项目，是休闲度假好去处。开心十八秒，媲美中山石企乳鸽的东星翠玉环，因其肉质非常脆嫩，味道极其鲜美而深受食客青睐，早已美名远播。每台摆上火锅，配搭翠鱼片、翠鱼蛋等火锅材料，自己动手 DIY。其中的碟双飞翠玉环鱼片一啲鱼翅都冇噶，拆十八秒就可以入口，爽脆嫩滑。十八秒翠玉环除了可领略到食家推崇的鲜味，更是非常好的美容大餐添。富华大酒店地处阳江市江城区石湾北路，环境舒适，交通便利，是一座装修高档、环境优雅的现代化大酒店，客房设备齐全，豪华舒适，观赏明亮。富华大酒店服务项目齐全，服务质量优异，是阁下商务活动、旅游观光的理想居所。我哋祝渔民今年有一个好的丰收，俾我哋带嚟更多嘅海鲜。大家快啲报名，同埋大航假期一起出发啦！拜拜。